叶方是副市长都觉得澳门政府真是温馨感人，特别安排一位梁维特市长，这个一看这个市长的名字就晓得，我们梁市长专门维护特区的发展，专门维护特区人民的幸福，专门维护澳门市的特区。哎呦，我真的安排呀，实在是有够细腻，有够细心。